鸡蛋不要蛤蟆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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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爱思。最近在网络上掀起一个客家绕口令的活动，觉得自己做不好玩，今天呢来做一个街头突袭，来让大家一起跟我玩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你好，我们在进行一个客家的，好，谢谢。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客语绕口令？我来啊，来，直接来，好 ，OK。你之前有接触过客语吗？什么是客语？客家话。哦，我是客家人。你是客家人？我是。那你会讲客家话吗？不太会。我也是。那是不是客家人满街都是啊？蛮正常的吧。爬鸡蛋爬标，爬鸡蛋爬标，蛤蟆标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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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。不要怂管豆豆管标，不要怂管豆豆宝标。真空耶！真空耶！成功了，成功哦。蛤蟆标板。标对，这太难了，很难吗？标雄寡斗，斗寡标，斗寡标，没错，谢谢你们。标雄寡斗，斗寡标，斗寡标，没错，耶！弹吉弹，弹吉，拍吉拍吉，弹拍标，弹拍标，对。之前有接触过客家话吗？其实没有。好，把鸡打趴标，对，标松标，瓜豆豆瓜标，耶耶，鸡打趴标，好像蛮标准的，标熊管豆豆管标，耶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什么意思哦。你看了你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密码多少？壁上挂刀，刀挂壁，它就是一个很饶舌饶口，所以他们叫做绕口令。这样原来如此。对。帕吉大发票，来。帕吉大发票，蛤蟆表板表，帕吉大发票，蛤蟆表板表，标雄广豆豆挂标。没错，好像有看到认识的哦。你们太巧了吧！我不知道你是客家人，好久不见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在做街坊，在配对吗？对，这里是那个街头秋，就是响应母语的活动。你们是客家人吗？我是客家人，我是纯100%的客家人。我自己以为只有台湾有真假的？爬鸡爬爬条，爬鸡爬塔条，现在骗人你真的是客家人。客家马来今天卡，你是不会讲。我有黑气手啊！你要他要去厕所，我带你去。可以出客语歌啊！对啊，啪叽的啪彪，啪妈彪的彪，耶！这次街头突袭算成功喽。这个绕口令对大家来讲，听起来绕口令好像很难，但是其实好像也不会，对不对？跟着我一起念就不会难，学会更多的语言就可以交更多的朋友。我是小兵六爱思，大家可以记得追踪我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